谢谢。真的很谢谢徐玲，因为我觉得认识他让我有一个很久没有的冲动，就是我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懂你音乐、懂你想法、懂你态度的人，然后并且他愿意陪着你一起实现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其实做歌手做久了，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因为很多的原因，你会忘记你自己的梦想、你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当然我还是很喜欢唱慢歌，只不过慢歌没办法那么帅，所以可以了。没有啦，我认真讲一下啦，我先不要开玩笑，我没有办法，你奇怪，我没有办法很认真哎。反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或许坚持一种音乐我也没有要坚持一种音乐，这样讲有点或许太喜欢一种音乐，然后一直去钻研它，或许是一个死脑筋的表现，但是我就是这么死脑筋哎。但很谢谢你们愿意听。你是清芳，张清芳吗？吹起不到心碎，的所在。只会唱这一句，我台语不太好。你们应该听过吧？有。干嘛不跟着我一起唱啊？晒一下，晒一下。你不是很会吗？全部让给你表演啊！你不要这样子啦，你爱你，拜托，为了我，真的，我在吃饭的时候，他说你干嘛这样吃啊？我想说干嘛管我？我看他说你干嘛管我？然后大家就说红玲一直注视着我。没有，他一直注视我。阿拉被你发现了。你个大头了，还直接骂歌迷有没有？到底是有多凶狠的歌手？没有，跟你开玩笑的。你讲得很好，我需要个男朋友。欸，为什么？因为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。
对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因为我太紧张了，因为我第一次告诉大家我是女生，所以我今天有点紧张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了，我刚刚在后台的时候，我偷听到戴佩妮有来，还是骗人的，还是走了。走了的话也是 OK， 因为我就很放松的乱，就是因为我唱的没有他那么好听。但如果他在的话，我可以邀请他上台。但是他在吗？我这样子是不是很没有礼貌？不请自信。好了，没关系了，那你就听我乱唱哦，不要生气哈。啊，在那边是不是？在哪一边啊？想来的是小 B 啊，小少想骗我，那哪是戴佩妮？戴佩妮没有那么。啊，说错了，可以吗？啊。不行也没有关系的，还是要钱多少？是我的所有金额银额都没有了。OK， 抱歉。好的，谢谢。哎，哦，抱歉哦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我只是突然。好的，对不起。啊，对不起。再一次，抱歉。啊、还是五个表彰了。加油！来，这首歌，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。